大家好，我是老朱啊，今天跟我兄弟过来捞一下这个鱼啊，这个是流动活水鱼啊，这个网已经有大半年没用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。这个竹子啊，这个竹竿啊，看上去应该是用不了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先把那个水给塞起来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流动活水的啊，我们养的流动活水鱼，拿个东西塞好它。那我们先拿这个东西塞住这个水啊，来，我捞一个啊。上面有很多那个竹子啊，要把上面的竹子弄起来，要不然扣到这个网就捞不起来了。这个流动活水鱼啊，很好吃的。这个鱼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放下去的，已经有一年了。等一下捞起来看一下那个鱼大不大啊？估计的话是3斤左右，等一下捞起来就知道有多大了。还记得吗？碌还冇碌，点啊？有2斤多3斤呢、拿起来看一下。上面吧，来上上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鱼啊，哦，不错，这个鱼放下来之后有，这边疼吗？要几两啊？这个？然后我先过两面你。这个鱼啊。鱼苗子肉应该是很漂亮，这个鱼啊，你看，你老偏袒吗？行，这个太小了，我们把它放回去，我们捞一个大的好不好？这个鱼太小了啊，捞个7-8斤的呀，有7-8斤的不？去年有些没捞的。这个是鱼苗放下来就是这么大了，养了1年多。这个是鲤鱼啊，这个是前阵子刚放下去的，这个大概是1两左右，2两不到啊。这个把它放回去啊。可以养眼睛，要养更大了。有了，这个看到了吧？这个大一点，比刚才那个还要大。这个比刚才的大一点点啊。准备拿它回去弄鱼商啊，又够一餐了，很好吃的这个鱼，纯天然流动活水养殖的鱼啊，好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农村生活视频的话，欢迎大家给我转点赞，
转发关注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金鱼啊，金鱼，金鱼，OK。